小七。你怎么突然来上海工作了呀？我之前跟你说过了。这个杯子你还留着？有没有人送我行李啊？学姐。小七，我回来啦。哇，都是你做的，这水果很好吃，尝尝哦。嗯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哎哎，你谁啊？哥，你不是刚走吗？把我老吃上了。这是谁啊？我小学妹，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呗。不了，你少待在下面等着。走了。嗯。我不知道他是你哥。没事，吃饭吧。小七，小七，好点了吗？我刚约中介，下午准备去看房。你等会儿就得把水喝了。
别叫房了。